全集。猪蹄儿配上饭，香味儿加一半。今天还是老规矩，20秒教会你这个，来吧，我们一起做吧。今天赶大集，1块钱1个的猪蹄儿，我买了3个，切一点姜片，锅里添上一点凉水，猪蹄儿凉水下锅，姜片跟料酒啊也一起下锅，煮开以后把猪蹄儿洗干净，重新换一锅清水，烧开以后把猪蹄儿下锅，放葱段跟姜片，来一碗糖色，糖色的做法在以前的视频里有讲过，放2勺排骨酱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再来一个万能的卤肉料包，最后放上食盐和冰糖，盖盖小火焖煮1个小时。出锅之前再来几个我刚下的母鸡蛋，再大火收汁儿就可以了。咱们趁着猪蹄不注意，抽掉骨头铺在米饭上，浇上汤汁儿 ，nice。如果你想吃什么不会做，冲着屏幕啊杵2下子，给我点个双击。下次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啊，来我的视频里扒拉一下子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今儿礼拜六，你往后看啊。天儿热了，整点小凉菜吧，好吃方便还下饭。来吧，20秒交费你吧，咱们一起做吧。赶大集的时候，大妈非要送我几个茄子，在这里感谢大妈了啊！回家以后拿刀给它对半切开，上蒸锅上气儿蒸个10分钟。家里的菜地里的香菜这次派上用场了，切成段儿。杭椒呢切成丁，再切点小米辣和小葱段儿。上次做的红烧肉啊还剩下一点，这次也能派上用场。改刀切蒸片，再给它剁成馅儿。咱们一会儿先炒肉馅儿。你炒肉馅儿的时候，你少放点油，炒到肉馅儿断生。就是炒到这个样子，什么叫断生啊？就是炒熟了就行，然后再放1勺黄豆酱，少来一点水煨一下子，然后放1勺生抽，再放1勺老抽，炒到我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家里有没有蒜臼子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找个碗，因为拍的跟切的蒜都不如炸的蒜泥香。把刚才蒸好那个茄子呢，用手给它撕成小细条，放到蒜臼子里边去，放上刚才炒好的肉末，蒜泥，再放上刚才切好的配菜，你就接着砸，砸到整个菜黏黏糊糊了就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你想吃又不会做啊，你就冲着屏幕戳两下子，给这道菜啊点个双击。下次想要做啥的时候，你就来我的视频里边扒拉扒拉。感谢您的双击了，感谢。